想吃不会自己穿啊？就是啊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啊！起开起开，我来穿。哇！怎么了？给我的。 又是你妈给夏氏带的，前两天夏氏给我妈妈打电话，说她想吃我们家里的金砖面包，然后想让我爷爷那时候带过来。她特地给你打电话的，本来我妈还不同意我来爷爷，结果夏氏打完电话，我妈就同意了，还多给了50块钱。朋友，你马上就要坐上人生的巅峰了，什么意思？ 没事，你这笨脑袋也不用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反正你只要知道老天在，你不保就行。但是你要珍惜眼前人。你觉得今天那边说的啥我也听不懂，我要去找夏氏了。行，去吧，就决定是你的皮卡丘，冲呀！夏氏。 怎么了？这是我妈妈带给你的金砖面包。之前怎么没听你说喜欢？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。那放这儿了。等一下。 这么多炭灰啊！嗯，还好是炭灰，刚刚有只毛毛虫。毛毛虫！在哪儿呢？不在你头上。你现在踩它尸体。啊！可怜这只毛毛虫啊，没有找到地方过冬，化茧成蝶，就已经被你踩死了。 你这么说显得我好残忍呀！没有了，虫哥有命，不怪你。夏夏，晚上要不要去看星星？看星星？之前你不是说你喜欢看星星吗？我们都说好了，等到晚上熄灯之后，就偷偷的溜出来。男人说。 山里的星星夜里特别亮，银山河各处会是龙的时候，要不要一起去？不了，我今天想休息。夏石。嗯。